武氏太极拳第四代传人姚基祖，现年80岁，为永年广府东街人，现任河北省政协委员、永年县政协委员，是中国太极拳13名家之一，邯郸市武氏太极拳研究会顾问，永年武氏太极拳协会会长。姚先生8岁就跟祖父练拳，后拜在李训之先生门下，几十年来姚先生锲而不舍，孜孜以求，技艺求精，始终不渝地研究太极之精髓。姚先生多次应邀参加国家举办的太极拳盛会，并发表论文多篇，其中有武氏太极拳的源流、特点、练法简介，谈围捋正中的正、试折双重等。由姚先生及毕生精力编著的《武氏太极拳全书》即将面世。